我相信缘分。你还记不记得《Inner 条约》什么意思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为什么你又迟到？不是说好今天早下班？我是赶着去买花。这里已经有花了。是不是，不是那个花，其实是这个花。你相信缘分吗？